据媒体报道，5月12号，马蓉分享了为儿子补过生日的近况，配文再豪华的生日宴也比不上妈妈做的一碗手擀面。她分享了做面的过程，给儿子的生日蛋糕，以及最后还对着镜头自拍放电。马蓉对着镜头比心自拍，与王宝强离婚后分得上亿财产的马蓉生活惬意，不时会分享生活点滴。因为儿子王子豪是由王宝强抚养，马蓉也只能隔空为儿子庆生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